朋友们好，今天用我的《情深你若懂》这首歌来做简谱试唱的练习。重点要注意的是，它属于弱起小节类型，还有对于多次出现的附点四分音符实质的把控，以及切分节奏中切分音的强弱处理，还有最后一行那两个前十六分音符不同时值的把握。难点在第三行和第四行里，还有最后一行的每个音符音准时值的把控要准确。好，我们开始练习吧，走起。嗦啦咪嗦啦咪瑞咪瑞哆哆瑞